咸，饼，正一点，哎，比较接近中锋，哎，咸，上去，折，再下来，咸伸，哎，张开往，一二三，带起来，到底是谁？谁墨汁比较多？那就沾点墨，让它可以晕开也没关系。黄朵的墨色一向做得非常的夸张，这是它的特色。缩紧，哎，张开一点。谁胃？胃好，胃比较大，哎，张开写大一点，张开再大一点。这个胃啊是一个米字在里面，黄朵蛮喜欢写成这个样子，哎，胃。烟，准备带上来烟，哎，带起来，挑起来，点，点，带过来，烟，张开，烟，绕圈圈，缩紧，缩紧，折，烟尘，这个尘啊，带下来，哎，后来还有沾墨了，看起来墨比较多一点点，那我们也沾墨，带起来，往这边，挑过来，往这边一点，两点。三点、四点、五点，挑上去，拉下来，哎，烟尘。